你看，没白。三二一，開始。今日介紹嘅就係波波。係啦，咁啊咩啊？今日我哋邀請好友波波同我哋一齊介紹七個獅子樹嘅 N 七八A。係啦，咁呢個咧係咩嚟嘅咧？七八 A 就係可以，佢係可以進階模式嘅。喂，一新個獅子樹。點樣進階模式啊？它入面中間的卡那裡有個進階模式的裝備，哦，這些裝備跟著的，那咦，原來它又可以跟 E5 合體的，是吧？不過合體會很樣衰的，那沒辦法，都要合體的。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？這個就是飛龍噴射拳，你裝了落隻手上按一個就會飛這個東西出來，這麼厲害，那敵人就被他打敗。為什麼有個蚊貼在那裡？喂，不知道。好啦，主角是誰？誰拿的？龍獅。龍獅。是啦，龍獅先生拿的。他媽有病的。是。什麼病啊？他媽好像心臟病啊。神經病是吧？心臟病啊。好，事不宜遲，開箱。開箱。開箱儀式。喂，小心啊。好，哇，旁邊有沒有的？冇噶，我相信儀式。我側邊有啊！哎呀，好，先睇睇坐好啲架先。牛，俾你睇。呢個俾。好。喂，呢個俾佢。我哋先拆車頭先。好，先拆。去。係啦。篤個篤，篤穿咗啦。呢粒。呢粒係咩嚟咧？呢個進階模式砌喺呢度嘅。哦，呢個就唔係側邊兩邊開嘅喎。係。係啊，就上下開。先拆曬，呢個都係進階模式。進階模式因為一個係進階模式。哦，所以咧就有兩個 pass 啦，有兩個進階模式要換卡嘅，係兩張。呢張進階模式，呢張放低，放出俾大家睇。邊張係進階模式？呢張進階模式，呢張下個模式。佢個寫咩啊？Mode Change。即是說轉一個形態啦，轉形態，個樣就是這樣的，這個就是普通的，普通的，個樣就是這樣的，都將給我，這個進階模式，這個就是普通模式。好，拆出來，拆出來，怎麼上色？排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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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列。哇，好白喎，這部東西。哇，個團球，看看，喂，星星團球，呼，飛龍排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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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列。這部呢好像我們平時買的小孩子的新幹線那種白色那種最普通版的，這部這個就是個頭盔，那個頭盔了，原來它中間那塊就不是好像我們以前呢就這樣打開兩邊那樣的，那這裡就有個進階模式裝東西的。好，那你安上去先，不安了，我們先到這個位置，這樣裝個拳頭了，打開了，幫我在後面按上去，一錘就落嚟啦！哇！咁嘅，係啦，即係有個貼紙要貼俾我哋。跟住咧就放呢個嘢落去啦。喺呢邊嘅，呢邊嘅，呢邊有個勾，咁會勾呢度。呢度啊！你哋兩條友，跟住咧，之後裝呢個落去，唔係呢個呢邊。得，砌咗呢個先。或者由一邊一邊咁樣砌會好啲喎，唔會咩？呢度要咁樣笠住兩個㗎。我知道。我俾你撳住。得。係啦，好，第一劑啦。哇，好焗喎，其實。唔焗啊。除。好啦，搞掂。咁啊，邊個車頭？邊個車尾咧？呢個係車頭。好。嗰個係車尾，呢個係中間車。哎呀，瞓低咗啲。咁我哋嘅介紹仲有呢兩部
但係咧，個中間卡嗰度唔可以掹出嚟，因為佢呢度係黐實咗嘅，佢係唔可以將嗰個卡變成電動嘅。係啦，咁啊，貼紙係點咧？嚇，可以貼貼紙就好多黃色嘅，係啦，咁我哋唔好黐住，咁啊黐喺邊個位咧？係唔知嘅，就黐喺下邊呢啲位度嘅。好啦，咁而家就係咩啊？變身。好，我變身未？我變車頭。睇下邊個快啲！唔好咁大力，唔好咁大力，要細細力。邊個變得快啲就可以同大家合體啦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哇，好有新鮮感啊！真係。係咪同之前嗰啲嘢咁樣拆出嚟變㗎？係啊，一樣㗎咯。咁快整咗個頭出嚟啦，已經。整好。咁快？好，放喺度先。上半身，哇，好犀利喎個樣！哇，希望號，好啊，有希望啊！依架嘢，你向住呢條片許願，咁你就可以實現你嘅願望啦。我希望就係有多啲玩具，唔係多啲新幹線。係啦，我想要多啲玩具。合體時間。係啊，好有新鮮感，新鮮得好緊要。好，企唔企得穩先？成日都企唔穩嘅。係。呢度要咁樣。聽曬埋。好啦，咁啊。我哋而家嘗試將進階模式。完成呢個。希望號出現了。好啦，而家就武器時間啦。係，唔係進階模式？進階模式係點做咧？看說明書了，就要不用讓人知道怎麼做才行。首先就打開這兩塊東西、然後插這兩塊東西、對了，剛剛有塊東西在這裡先看看，是的，我說得很對的，這個呢就好像把劍一樣的個盾牌，然後這個飛龍噴射拳呢就不用這樣縮起來，要打開了先的，它噴射那個拳頭先是最後你記不住，是這樣的，這個拳頭就要打開的。哇，好厲害，然後你要戴上面罩。好，試一試彈我先。面罩啊，面罩，試一試彈我先，這樣先。哇，飛龍噴射拳，好，這個是什麼模式？進階模式。是的。N700A 進階模式。好，站在這裡給大家看看。哇，好厲害啊！跟著，好，再射多次我。向前發射。飛！哇！好正。把這射中了。飛龍噴射。先飛起，然後瞄準個鏡頭，飛咯！哇！好啦，咁啊好型啦！呢個中雞模式。煙花，而家表演煙花飛龍噴射拳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啊，咁啊，中雞模式就係咁啦。咁啊，跟住試咩啊？試變身啊！點樣同 E5 變身啊？首先拆咗一半先。拆咗一半先啦。拆啦！同 E7 啦，拆咗一半。呢個試咗呢個先，試咗 E5 先。啊！E5 是要個車頭係嘛？個車頭出嚟，只腳好型啊！只腳佢係唔可以同衣飾合體，佢係唔可以同衣飾合體，因為個頭盔要戴埋個頭盔。進階模式先用㗎呢個。唔係啊！咦，讀用咗喎呢度啦。係喎。嗰個係進階模式，所以先咁樣。哦。啊，是唔係喎？合體喎。搞掂、啊、合體要戴頭盔噶，又要咩？又要威，又要戴頭盔。係啦，咁啊 ，Kason 呢個就係一個同 E5 嘅合體啦，700A 同 E。嘗試進階模式啊！進階模式。好啦，又要加塊嘢喺度啦。邊張隻手仔喺度？咦，個拳頭咧？拳頭，尋找拳頭。邊張隻手白色嘅？邊隻手白色嘅不嬲都係㗎。係啊。把拳頭啦。飛龍噴射拳，
又得。唔整發射飛龍騰飛，要戴埋個頭盔。啊，咁呢個就係咧同 E5 嘅合體嘅 X 線，呢一個 N78A 嘅咩啊？啊，佢單板件。中介。嚇，等等。搞掂。係。Okay. 如果咧喺，如果反轉咧把劍咧，如果就打唔到人。企唔企得穩啊？好，企穩佢啦，衰仔。企唔穩啫。唔好過咗，再勁啲！好啦，呢、這個就係中雞模式啦。好啦，再勁啲！好啦，咁啊，今日介紹呢、這個N78A 就係咁。咁啊，今日咧邀請咗阿波波選手嚟幫手砌呢、這個N78A 就係咁多啦。多謝大家收下。頭先嗰個你係咪我㗎？